欢迎大家，我们来到了台湾，我们第一站是来到深坑老街。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豆腐，所以我们要吃我们最爱的臭豆腐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我们点的是辣的泡菜跟普通的泡菜，哎，嗯，是烤的臭豆腐来对吧？是烤的，嗯，应该是烤的。方便。对。哦，我也要来吃一口了。他要来吃了。好吃对吧？哦，有点辣，五分我给四分，四分，好吃。更新你的 COE， 看着现在，最近六个月是多少啊？你终于回到饭店啊 ！OK， 叫我冲凉至今，可能快给你们更多。我这是在宜兰住的饭店是 Lakeshore Hotel， 给你们看一下。一进来看到的就是这个，然后左手边是吊衣服的，一个放行李箱的位置，然后右手边是马桶，然后旁边是淋浴间。很漂亮哎，还有一个篮子给你放你的肮脏的毛巾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镜子，还有洗手台，还有一些水啊、茶啊什么的。这里也有一个冰箱，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 ，OK。然后这边看过去就是两张单人床、一个沙发、电视，还有就是我的行李箱。还有一个 ，what's this？ 这个很像是除湿机来的，然后电视也挺大的，这里一个很漂亮的灯，是我的东西，沙发还有外面，应该什么都看不到。酒店外面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没什么好看的。但我挺喜欢这个沙发的，很舒服。对，然后肮脏脏苏克酱糖，真舒服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在宜兰的酒店。我的第一印象是，我觉得它不错哎，价位很便宜。这个房间两个晚上好像是200块，
新币，会觉得挺值得的。这样大的一个房间，房间很漂亮，很干净，然后还有很多设施啊什么的。他们有，柜台有跟我们介绍了很多不同的设施啊，还有不同的餐具啊什么的，还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一下罗东夜市。刚才没有在那边讲排，因为人很多很热，然后就很挤，就没有去拍了。但我吃的那几样多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个三星的葱油饼，然后蒙甲的鸡排，还吃了那个梨，还吃了那个叫蒲肉还是什么，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，但那个不错哎。凤凰卷嘛，那个我就没有很喜欢，那个很像糯香的味道，我自己不是很爱吃糯香，所以不是很喜欢。我还买了那个地瓜 QQ 球回来当宵夜，等一下吃。好，就这样，我现在很累，我明天有一整天的行程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在积木博物馆 Brick Art Museum， 这就是雷锅的一个博物馆，很期待。我今天打扮的比较复古，好，那你们去看看。
sounds good. This is a four out of five. 现在我们到了外澳，这是哪里？外澳的哪里？沙滩来的，好漂亮！给你们看，真的是一望无际。准备 check out， 然后去花莲了。这就是我们在宜兰的一天半的行程吧。然后花莲的 vlog 会是下一支影片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次宜兰的 vlog， 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